是我是甲讲者，因为这吼是 N B 属于囡仔的，咱大人卖唱，吼、欸哦、小孩子吼，小孩子吼，啊，但是大人嘛有哦，啊，大人有这，啊，阿囡仔这吼，大家赏的，啊。很漂亮哈、哦，来，接下来呢介绍这一位呢，也是在我们呢八蝶党的一家人呢，以及呢一系列的呢，哦，也是算女主角之一啦，女主角之一，哎，对对对，而且呢长得非常高挑，非常漂亮，哎，是的，宛如是中国小姐一般呐、啊，哦，而且歌又唱得好听哈、哦，是的，来，双手借给我，欢迎我们的漂亮宝贝李亮吉，掌声鼓励我们的亮亮。所以才会这样子。对，你们听到，当你们每次听到老师停在那里的时候呢，就是要看大家有没有认真呢，有没有认真的掌声，你知道吗？好不好？我们亮景漂不漂亮？漂亮。可不可爱？可爱。有没有比我们二哥可爱？有。完蛋了。不对，二哥是帅气，领导飘配。我老啊，安尼会使无？你做从头到尾厝诶麻烦，即摆是安怎样？二哥，喂，我无甲你讲。你是怪孙啊呢？不是我惊吼，大家袂记得你的存在。好是安尼啊，你放心，我永远会你存在，因为我有客车。这我是特别甲伊讲诶，因为即个有那个最有即、這个诶诶、啊，你若唱哦，唔免去唱了后边去唱了后边就好，唱了就好听啊，就好啊。好，啊，我就意思意思的。二哥，你好软男哦。你要一次吗？没有，我还可以啊，多久？没唱，好吧。哎，我想大家真当足捧场的呢，即摆今出阿妈，阿妈天气嘛愈来愈冷啊，可是大家都在这里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
那当然呢，我们看到我们亮姐有没有比我们在电视上好看呢？好看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有些不一定到电视哦，看镜哦，是不是？加较白对不对？到电视太低了。早就是小道理。你今仔日想接着什么电信业者的代言，那是叶佩文，那是安怎？拢嘛讲，大家电信拢歹去，拢歹去啊！哎，大家拢讲，哎，哎，妞妞你，本人比电视更加好看呢。妞妞话讲的了真哦，伊比电视更加好看。我讲当然嘛，电视细细格格无比更加好看。因为现在电视都是16:9，所以本人看起来一定会看上几秒啊，惊艳啦哈！但是今天亮景哦，我们在一家人嘛，对，在前面饰演娱乐人这个角色，真假哦？一日游啊，他演一日游。不是啦，我你来的叫做娱乐人。哦，我听到一日游嘞，我前面公车去投的一日游。好，没有啊。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接下来的戏剧呢？因为其实透露一下，我们这一档差不多在1月初就要杀青了。那下一档三立下一档《金氏好媳妇》也已经在开拍，所以如果有收看一家人的朋友，接着请继续收看我们的《金氏好媳妇》。但是第一批也演完一点什么哎，那之后有没有这个？就天知地知，老板知我不知，制作人知，导演知，有的啦，你讲对不对？对啊，一定有他的啦，没有他我们就不要看了，好不好？不要看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不行啦，我们支持你啦，真的吗？谢谢，我们有慕你啦，谢谢，我们爱护你啦。好了，如果有的话，下一次我们这边有活动，我一定到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呢，亮景呢，一样呢，有带来我们的礼物，对，以及呢，我们这个要到，对，新出炉的版本，新出炉，2018年才要曝光的，今天才拿来，今年的先给你们曝光，好不好？好，要不要？要，要啦哈，梦中情人，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？接下来带来一首《后代力》来上给大家。好好，来啊。是啊，好，第二歌呢？好，我那样，几时都没晒，多大力就来，待会顺道来，来，上个礼拜来，谢谢，谢谢来，我们只有小孩子而已啊，小孩子。Thank you.
跳恰恰送给大家。我今天有淡薄烧虾，因为我前天还是大前天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看一家人的朋友，有一场我跟我戏里面的老公林威力在天桥上面谈恋爱，你有没有看？有没有看？我跟你说，那条戏害我感冒。不对不对，正确的应该是说，那一场戏我们是棚内接出去，那棚内的签书会，我跟林威力在签名会上面有一点有吻戏。亲完了以后呢，宇峰哥跟我说：“亮亮，我感冒啊，你应该没得哦。”OK OK， 直接埋下伏笔喽。他给我，然后呢，我们去那个天桥上面，差不多吹了4-5个小时的风，台北真的比这边还要冷。然后在天桥上面，就是四处都没有遮蔽物，真的很冷。然后那一天我又穿得很少，大概4-5个小时之后，我回家，我的声音我就觉得有不对劲了。然后隔天睡醒，我喉咙就很痛，我已经讲不出话，我就传讯息给宇峰哥说：“宇峰哥，你感冒快好了。”因为我们是有一句，有一个有五郎公，你只要把你的感冒传给另外一个人，你的感冒就会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宇峰哥感冒好了，换我感冒。来，我们一样呢。虽然看到亮景呢，在戏剧上的前面呢都是亮眼的一面，但是呢背后没想到受风啊，吼，受风啊，好好安尼冷嘛。我们再次给他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其实也要谢谢，我真的讲真的真心话，就是不管我们戏里面怎么演，然后大家或 PTT 或者是很多人在骂说啊，这导播不修虎斗啊，安暖安暖。其实这一些话，就是因为恁有看，恁会想起恁家的妈。可是我们要的，就是恁看我们欢喜，就是你们支持我们，你们收看。所以在这边真的要谢谢大家，不管你们是支持还是谩骂，都是谢谢你们收看我们的戏，谢谢。那再来叫我问呐哈，有，然后含泪跳恰恰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哎，谢谢小狂，你看高马。
谢谢。